看大家好像都在抽这个 M4 皮肤，所以小兰也忍不住了，主动往号上充了4000点券。这绝对不是我用他小金库偷摸着充的，是他自愿的。小兰，你眼咋啦？进眼干啥？没，我眼里进沙子了。哦，那就行，帮我把菜刀往那边放放。老规矩，先来三次单发的，让麻花藤缓缓，不能让钱到他账这么快，就给两个碎片了。再来。四个喷雾，继续。好，停了。以我对麻花藤的了解，还会往下再来一格。就猜，好了，要开始我们的10连抽了，争取一次全出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超级欧皇。喂，右下角那个碎片，我忍你好久了，过分了，一次两次这意思，砸一双瘾了。我去，60块抽的全是一样的碎片。Oh no！ 麻花藤，算你狠，再来。还好，这下有进步，好歹有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再来，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这个不是我想要的。继续。这300多一会儿就没了，啥也没收到。来自单发的，吸吸运气。好，停，这不要脸的，跪了。10连发不够了，啥还没抽出来呢？小兰，这咱能忍吗？好了，你别说话，绝对不能忍，必须把面子找回来。再来一个328，把麻花藤抽哭。那个附加款呢？nice， 有一个6的皮肤，有进步，集中直接喷。这就没了，只够最后一次单发的了。10000，听到左边行不行？算了，还是兑换一个 M4 去吧。129次，700块，他秒的连个降落伞都没出。让我去训练场看看这个700的皮肤到底长啥样。哇，黑白之间的搭配，用红色做点缀，你要说它不贵，它还挺费 money。 估计麻花藤还在边吃排骨边笑呢，所以抽奖需谨慎，偶尔玩玩娱乐一下就行了。衣服和皮肤也不能减少伤害，家里有矿的就随意。最后再把灵敏度设置给你们看一下，拜拜。